来，大家安静一下啊！下面我们有请新郎官发表一下感言，大家鼓掌。哎，欢迎！谢谢各位的到来啊！那今天我就说两句。我这个人呢，不太会说话，有几句话想对阿秀说。阿秀，其实我挺惭愧的，直到今天，才让你穿上新娘的这身嫁衣。 这一天啊，你等了5年。为了我的学业，你等了2年。张妈妈病逝，你为她守孝，一守就是3年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的新娘。让你幸福、快乐的生活，是我的职责，也是我莫大的荣幸。 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爱护你，还有小飞，牵住你的手，历经千山万水，我知道很难，但是我会珍惜。